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来到一个有加持力的地方，除了大家会用花，会用各种的殊胜物做供养，但是我们最主要，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个法的加持，然后透过这个法，然后呢，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功德去帮助众生。所以修学佛法就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对自己的，对自己的净化。那佛陀叫我们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受苦，所以我们要一直用佛陀的教法，那么来深入。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讲四圣谛，生命本来就是苦，但是大部分人都忙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要去忙的赚钱，忙的读书啊，忙的交男女朋友。事实上这些就是苦啊，所以佛陀要我们的体悟这个苦。当然为什么会痛苦，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对这些会苦的变化无常的产生爱染执着，就是无明贪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离开痛苦，那就要消除这个无明，要有智慧啊，要消除这个贪爱执着，要能够禅定啊，有修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持戒、禅定、智慧，才能够消除痛苦的根源贪嗔痴。那在生活上的实践呢，就是八正道。所以这个八正道各位要每天思维，因为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呢，那当然在缅甸各位看得出来，大部分人很虔诚，很虔诚的去绕塔拜佛回向，但是也可以想得出来，大部分人想的都是世间的福报啊，金钱、财产、男女朋友啊，世间这些。当然佛法是有加持力的啊，修什么福造什么业得什么报，这是一定的。但是进一步，当然像各位学佛比较久了，还要达到佛教的基本目的啊，就是要有一个解脱的心啊，走入解脱道。在这个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知见，各位要正见啊，生命不离开因果。但是呢，真正要离开痛苦，要了解刚刚讲的苦集灭道、四圣谛灭苦的因啊，那这个就是基本的目的。就像你生一个儿子，那你要想，当然我们能够读书啊、健康啊、赚钱啊、买房子啊，这是一个世间的幸福。那他除了他有世间的幸福，我们希望他能够不要痛苦啊，不要痛苦，那就是要解脱轮回。所以他也希望带他来寺庙学佛，让他了解佛教的道理啊，免得他又一直在有福报了，反而会容易造恶业啊，就会堕落轮回。
所以正知见就是要了解刚刚讲的苦集灭道的道理，轮回的道理。所以第二个呢，你要产生正思维。那所以我今天会生老病死轮回，就是因为最主要是三个原因，你要讲贪心、嗔心、伤害众生啊，所以伤害众生你就会不好的果报，杀生、偷盗、邪淫，那你就会生病啊、破产啊、家庭破裂啊、身体不好啊等等。但是这个伤害是来自于贪心跟嗔心，所以你要去正思维，今天我要修行，了解的痛苦的因就是来自于杀生跟一个烦恼，所以我今天到寺庙来拜佛啊、拜佛塔啊，并不是说求啊求啊三宝加持啊，让我的男朋友不要离开我啊，哎、那意义没有了，因为你这样念搞不好佛陀啪啪马上让你离开他啊，因为这样你才会幸福。佛陀不可能让一个人一直吸毒，佛法的目的就是让别人不要堕落这个痛苦啊。所以这个正思维一定要回光返照，如果没有回光返照呢，那我们反而会觉得一直很不幸福啊。所以有这个正思维以后，那我们就要产生正业正语，就是说那你的身体行为从今天开始千万念下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多放生、多布施、守八关斋戒、修犯恨啊，就尽量的减低男女的欲望，那这个叫正业。正业，业就是身体。那再来呢，正语，那各位你不要造恶业，要怎么做？来，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啊。那多这样子，不要伤害。进一步，大家念佛、诵经、持咒、劝人，正语，讲话要改变，讲真实语，讲话要不要太冲，要柔软语。那我想同一个团体已经有人讲话好好听，那你要学，你不能说我讲话本来就这么粗鲁啊。有些人讲话快慢刚刚好，有些人讲太快啊。那各位你一定要学，如果你不学代表你没有进步的空间了。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我这个人唱歌好好听啊，平常听他讲话就是很温柔替别人想，所以他唱歌自然好听啊。老实说，就像我们出家人这么多，要找几个维摩师父还不容易呢。有些唱太慢，有些唱太快，有些沙哑，很难呢。要找一个维摩就很困难了，何况你们在家啊。但是这个就是要修行，你不修行，那你也不改变啊。那不改变，下回更没有机会修福报。如果你口业不好，你不可能成佛的，不可能成佛的。所以正语。就是各位再念一次，来，不骂人，说柔软语，不骗人，说真实语，不两舌，说和合语，不绮语，说利益众生的缘，多念佛，多诵经，多持咒。那各位要开始有这个生活啊，修行不离开身体的行为，像我们昨天放生，我们布施，啊，大家很快乐啊，保持一个清净的行为。进一步我们讲话改变，啊，然后呢，这个正见、正思维、正业、正语，第五个呢，你讲正命。那正命就是说，那我们活在这个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正命，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正命。如果在家人去杀生啊、杀鸟、烧鸟啊、卖毒品啊、卖酒啊、卖农药啊、卖武器啊，那这些虽然你可以赚钱赚钱，就像我们讲，金三角有过去有很多人种毒品啊，现在卖麻醉品啊，那这样可以赚维持收入，这个就邪命。但是你也发觉出来，越邪命的人越想要拜佛，为什么？求啊求啊，啊，让我不要被警察抓啊，让我毒品买好一点啊，啊，事实上，佛不会加持这种事的，啊，佛也不是魔王，对不对？但是人就是很希望得到，但是佛
一个妈妈知道儿子在做坏事，妈妈不会说拿钱帮助他更做坏事，不可能的，妈妈一定是劝他不要的。所以我想佛教佛陀没有错，但是佛教文化有时候这是一个人的想法啊。所以一个正命就是说在家人赚钱，但是不能去伤害到其他人或其他的众生。卖农药好像对啊，但是农药毒很多虫啊，对不对？卖武器好像对，但是基本上还杀人呢。卖钓具，我没有伤害人，但是你等于伤害其他的生命。所以正命就是正确的维持生命的手段，包括我们出家人为了钱算命啊、算命啊、搞法会啊、攀缘啊，那叫邪命啊。为了钱就有钱人对他好一点啊，没钱的不理他，对不对？啊，客气一点啊，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供养多一点钱啊，我要干嘛干嘛，那这个对佛教就有伤害了，这个叫正命。再来正精进，这个正精进是上面所讲的这五条，你已经在犯了马上要断掉啊，还没有犯呢发愿不再，不千万不要做。就像各位，你还没结婚你要发愿结婚以前不跟男人女人睡觉，不能邪淫，因为你已经知道道理了。你过去还没结婚就去找女人睡觉，犯邪淫，那你现在听到佛法了，以身恶令断，劝退不再犯啊。你不，如果你再犯，那你就会很倒霉啊，很痛苦啊，将来要堕落地狱啊，生生世世变成一个很痛苦的感情的众生啊。就像你看那些小母鸡被强奸，那些 母牛乳牛很可怜，乳牛很可怜，天天被强奸，生下来把小孩杀掉，一直压榨他的乳房。母牛如果是人，他早就自杀了。他为什么这个乳牛这么痛苦？因为他过去是就是搞邪淫，一直伤害别人，甚至堕胎啊，所以他就投胎成一只母牛，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就像那些我们昨天看那个马，有母马来，那公马就冲动了，哇，发疯了啊。那个就是因为他们过去邪淫得很厉害，乱七八糟的，现在他很冲动，他很痛苦，然后就要去打架，要把另外一个男的干掉啊，因为他要做马王，他要掌控那些母马，然后就以前他们都是人的，那我们这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道理，像各位我们都知道道理，但是没有去做，所以正精进是以身恶令断，已经在造的恶业千万不要做，未身恶令不生，我们没有千万不要做。像你要告诉小朋友长大已经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外面找女人，不能跟男人睡觉，你结婚要的，你要现在要跟他讲，你不能说考试成绩就好了，这个不用讲啊。未身恶令不生，以身善令住，你在做的善事不要退转，未身善令生，你还没有做的善事你也要去做，你不能说我只喜欢见佛塔，我不喜欢放生；我只喜欢放灯，我不喜欢帮助孤儿院啊！我只喜欢念佛，我不喜欢诵经，那不行。反正只要是好事，你要做，这个叫正精进啊。那有了这个正精进，进一步第七正念，那你还要保持你对你自内心正念的分解脱道跟菩萨道。解脱道呢，四个正念，你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当然各位你问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就是佛塔的意义。佛塔是佛的心，代表佛陀的这种修行的次第，从深信因果出离心大悲心到成佛的菩提心，我们来拜佛塔拜佛像，就要抓到这个精髓，这个意思。所以佛塔里面就装了佛像、佛经、舍利子，这些佛法的精髓啊，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次第，然后呢去修行。但是站在菩萨道，虽然境界很高，菩提心，但菩提心不能够离开刚刚讲的四圣谛八正道啊。所以这个正念分着两个，对自己观身不净，这个身体是最苦的。像做女人就过去是没修好这个，执着这个身体的漂亮、性感。用身体做他的工具，然后呢来追求爱情，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苦的，啊，这里面是骨头加血浆，
因为在缅甸佛教比较少看了、啊，泰北佛教就每一个地方都挂着骨头，告诉他这是白人、男人骨头、女人骨头、小孩骨头，叫你去看。这就是每个人的真相，苦的，没什么好执着的。但是往往人就是皮肤漂亮一点，眼睛美一点，身材好一点，他就一直在凸显这个东西。事实上，这个是很幼稚的，幼稚园般的才会如此。啊，所以观身体不清净，随时会死亡，会生病，所以各位要准备好。这不是说老才会生病，这样不会执着身体叫正念。观受是苦，有钱人，有恋爱，考第一名，别人鼓掌你，这些感受你只要去追求，都会苦。为什么？所有的存在都是变化无常。像各位我讲这个，就是各位来寺庙拜拜。那你一拜完供养完，你就要坐在那边思维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要背经典？就是说你背心经也好，背巴利文的经典也好，要把这个经典所背诵的坐在那边去思维，要把这个药吃下去，吃下去，保持正念啊，知道身体是不清净的，感受是苦的，不要相信自己我爱我恨，关心无常，今天真的想明天也会变的。因为我们这个心还没有解脱空性之前，会随着境界在变，一下爱他，一下恨他，啊，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的心，要把心抓住佛法，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感觉走，像一个女孩子，哎呦，这个有感觉，这个好，然后她就掉入苦海，我要嫁给你，我要跟你一辈子，那个男人烦呐、啊，烦呐、啊，男人的目的是生小孩，又不是要跟你一辈子。啊，但是就是这样弄来弄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思维啊。所以观法无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主宰控制的，记住这句话啊。这个世界一切都有它的因缘变化，都是无自性的。主宰意很强的就脾气不好，用心机，他不懂得随缘自在，啊，用尽脑筋。用尽心机总未休，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这一切都是随缘，你要得到那个果，你就种那个因，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用心机也没有啊！所以呢，一切法，包括家庭、感情、婚姻、经典，这些都只是一个暂时的，或是对治你烦恼用的，不是说念佛最好，吃粥最好，或是巴利文最好。如果站在法上，它也是一个对治而已。所以一切的存在无我，就是没有永恒不变啊，自信的存在，一切都只是一个云天上的彩虹这样而已啦。观法，那各位你要随时保持这四个念头。如果你没有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之前，阿难问佛陀说：“佛陀啊，你肉体要死亡了，我们要怎么安住啊？”佛陀说：“四念住，保持这个就对了，保持这个你就不会离开，你还是在佛陀的加持，还可以解脱。”要保持正念。那我们菩萨道除了这个四正念，还要变成四无量心，要保持对所有众生的四无量心，要把刚刚讲的四圣谛八正道的道理告诉所有的众生，让他们离苦得乐，让他们成佛，这叫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再来正定，正定就是佛教的目标，站在阿罗汉正定是什么？就是涅槃，正的阿罗汉。站在菩萨道呢，正定就是刚刚各位念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保持在这种空性大悲菩提心的状态，这样来修行。那所以各位你要经常复习佛教讲的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了解生命的十二因缘，能够得到解脱的37套品啊，以这个为基本啊，进入升起四弘誓愿，要把苦集灭道变成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四弘誓愿，对所有众生发起四无量心，众生都是父母。那为了要圆满利益众生，所以实践六波罗蜜啊。那实践六多波罗蜜的同时，不能遗弃众生，要实现度众生的方便，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然后呢，不但让自己，要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像我这样讲，各位一定要养成习惯，就是说。每天你都要按照这样思维，拜完佛打坐，你的思想不能够离开空气，空气没有空气，你这个就会没办法呼吸，会死亡。
你要把思想都能够完全融入佛法的状态。那这个佛法状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呼嘛呢呗咪吽都可以。那就是让你这些习惯，就像各位，你听我在讲，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天天都在背这个，土通先生都在讲这个，我也要求自己要去实践这个。然后对我来讲，碰到任何事情，你不会跟人家吵架，对对错错，因为你会用佛法的思维。我只希望我的身口意不离开佛法的思维跟实践，而不是跟你对你错这样而已，也不容易起情绪，因为你有法喜禅悦，有法的力量的加持。那我想这也是各位出来参访花这么多钱，到处也愿意布施做烟供火供，然后呢放生点灯供花，然后那希望这些资粮可以净化自己，也可以利益众生。就像供花，刚刚我们供花，你每次都要观想那一幕啊，善慧童子铺在地上拿着七朵莲花，怕佛陀燃灯佛脚脏掉，内心里面发起真实也愿成佛的菩提心啊，这样来供养这个花。那供养花的时候要观想，愿佛陀也加持我，加设尊者，佛陀给他正法眼障啊，拈花微笑，就给他一个佛心的传承哦，终于加设了解佛的心，得到佛的传承啊，能够接续佛陀，成为第二佛陀，一直把佛教延续在这个世间。那我们供花的时候，各位要做法的思维啊。那同样的，各位平常在讲话，也不离开佛法的思维，千万不要对对错错啊，一直在里面讲那些，那就没意义。好，各位坐很久了，我们现在回向，愿大家都能够按照难得来到这个地方，得到所有佛像佛塔的加持啊，经典的加持。那我们的身心不离开这个法，就像各位针插到你身上，结果点滴没有点到呢，还是没有痛啊？这个点滴不要间断，然后你的痛苦才会停止。这个佛法流入你身心，展现在对待世界、对待众生的方法，要这样发愿啊！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归佛，当愿众生发菩提心，断除贪欲心。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深信因果，体证空性。自归身，当愿众生忍辱慈悲，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真福嗔慧心，愿成佛道，普度父母众生，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三途苦众生所有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
顾民生命文化基金会。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什么叫真正的大乘佛教？念一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每一个众生都不希望痛苦，都要快乐，所以我们要招请特别各位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啊，所以各位要对所有的民族都要慈悲。在马来西亚有我们华人，有马来人，有印度人，对不对？可能还有其他民族，也过去还有原住民，对不对？这些你在观想的时候都要给他招请过来，甚至地狱道啊，除了我们佛教还有更多的宗教，愿他们往生者都可以超度啊。所以我们学佛各位要有这个同体大悲心，除了人每天都有这么多牛猪鸡鸭海鲜被杀，哎呀，所以每天晚上你要招请的时候通通给他招请。有人会怕说招请通通到我家来怎么办啊？你放心好了，我们力量没那么大，但是来得了就可以解脱，这样来不了的没法躲，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就尽量写牌位啊。所以今天晚上回去啊，各位明天来写多一点，写一叠都没关系，代表你慈悲啊啊！你想得到的蟑螂蚂蚁蚊子你都帮他写啊！你这么多朋友，从小学到毕业到做生意，你这么多朋友亲戚，他们有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你想得到的都帮他写，对不对？马来西亚还有猩猩哦，啊，草里面有蛇哦，啊，穿山甲，你都帮他写，你帮他写就跟他结缘了，啊，所以那因为同样做一个功德，但是如果你想到了众生越多，那这个功德越大，这个叫大悲心，大悲心，啊，缘起的所有友情，我们都观想。所以为什么念佛要念很久？有以前的念佛是阿弥陀佛，念给自己听，念到打瞌睡啊！啊，你现在念佛不是念给众生，从地狱道念到鬼道，鬼道念到畜生道，阿弥陀佛念不完啊！因为你一直想着他们啊，阿弥陀佛，光牛啊，乳牛、白牛、黑牛，光马、驴啊，一直念，一直念啊！各位，你会打瞌睡吗？不会，因为悲心嘛！啊，一直念，从马来西亚念到泰国，泰国念到越南的。你要用你的心去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北极了，哎呦，他讲念北极还不够，还有天界，天到了这种天有二十八层天哦，啊，鬼有三十六部鬼啊，各种的鬼你要观想啊，各层的地狱，各种造业的众生，念完以后念眼睛痛了，头痛了，得血癌了，皮肤痛了，拉肚子了啊，这些众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你在念佛持咒要有这个悲心，要强烈啊，所以观音菩萨拿的念珠不是念佛给自己听了，叫不间断的精进度众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所以最好各位要经常去殡仪馆念，你怎么会打瞌睡？看他搞，前面有个死人，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会很精进的，啊，你在自己家里佛堂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行啊，够恐惧啊，啊，因为你没有意念众生苦啊，你就会。空气啊，对啊，所以各位，你明天早一点，你最好一大早就来。每一个牌位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多牌位，然后看一下，写一下。哎呦，老人，哎呦，疾病死了，哎呦，自杀死了，阿弥陀佛，你要念多一点。它上面写的各种的痛苦，所以大乘就要有一个悲心，有一个悲心要来念。生命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心佛一而如
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体清洁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此人则见佛了。佛真是心，心不住一生，生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持手喷燃，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玉，宝玉无数中为祥，为瑞变庄严，天人闻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阳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金锡真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为言佛体，故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高丽天通，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高丽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彼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意。